上下都要打开。好，把膜拉出来，通过鸭子轮，然后从摆臂上面穿上，经过两个孔下来，然后我们可以用摆臂来膜下来。好，原来够长了。然后把这中间那个鸭子拉掉，啊，然后把膜卡在传送器里边，左边卡进去，右边卡进去，然后到底下，左手压住膜，右手把膜拉齐，放在鸭子轮里，然后把鸭子轮紧上。上面这个鸭子轮不要顶得太死，差不多就可以。然后这边把风口电磁阀打开，然后点手动拉膜，好，我们的膜拉够长了，把它关掉，拿剪刀把废料剪下来，拿剪刀把废料剪下来，然后点吹气电磁阀，把废料吹进去，然后把它关掉。如果我们有标的话，就要进功能里面把根标选择开开，我们正常用的都是深标，点一下就可以。好，深标、浅标、不分标，我们调到深标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推出来，然后启动。我们现在包的是平包，我们现在包的是平包。然后包三角包的有一个转换键，点调试，然后功能里把那个横风旋转开开，然后启动，这就三角包和平包的转换。包装长度我现在是110的袋长，我要改短的话，我比如说我改成90，就直接输入90，然后点确定就好，然后我们再拉出来袋子就是这个，这就是90的袋长，这是110的。